新闻过后请别错过由陈昭荣领衔主演的霹雳火，接着请继续观赏改编自朱德庸漫画的色女郎。 观众朋友晚上好，今天是2004年的12月31号，欢迎您收看优频道10点新闻的直播节目，我是海杰。晚上好，我是燕青。2004年的最后一天，我们俩终于可以坐在一起为您播报新闻了，可惜这个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。今天呢，是我和海杰在这个直播台上的最后一夜。是的，最后一夜呢，不能够平淡的度过，我们优频道新闻今天全体出击为您准备了精彩的专题报道和回顾。我们也说好，最后一夜绝不感伤， 我们要和您满载着回忆和收获跨入崭新的2005年。现在马上来看看今天的重点新闻报道。 2004年的最后一天， 让我们一起回顾过去4年， 我们和您和世界一起同生共息。 你好，伊拉克战争快报。 为新加坡拿下阔别44年的奥运奖牌，拒绝联考的小子显著的增加了。希望你爱上你，否则我不会如此悲情。 被漆岁月是如此无情，像照妖镜。你的脸你的眼你的雨，推动将近近枯萎变形。爱你时你就让我越感到触目惊心。你可不可以不要变老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变得老？看着现在，我是海杰，第三代领导班底已经浮出了台面。 能够令我的专业在国家困难的时候为社会尽一份力是一种幸福。我热爱这份工作，是您让我们肯定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镜头前的冷静专业，内心却隐藏着许多无法及时平复的波动。但是因为有您一直以来的支持，才能够让我坚守岗位，由衷的谢谢您。